场神奇力量，结气成为正能量。我默默指引我心中未来的方向，追追赶赶争分夺秒，斗智斗勇的较量，高速中迎头赶上，耶！不断前进，超越，冲啊冲，冲啊冲，对准了。手快来出击，奋力作战，往前往前，永不退让，对战对战，斗志打不死才是勇将，新的世界由我来闯，纯洁刚强，梦想梦想，自由无限飞翔飞翔，朝着一样方向，第十八集，秦风上当了。原来是梦，不过昨天在对战中确实受伤了，好痛，果然还没好，还是让秦风帮我修一下吧。哎，哈哈哈哈，来吧，风暴猎鹰，暴雪飞龙，我会用这个电钻把你们修得妥妥的。住手！秦风，你吓到他们了。你别妨碍我哥哥，我修理技术一流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，这一点小伤我一下就能修好了。救命！太夸张了吧，谁让你乱用什么电钻啊。什么爆裂飞车的构造是非常精密的，不是你用这么低级的工具就能够修好的啊。好了，差一点就能完全修好了。既然这样，轰天暴龙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我来帮你修吧。来，别动哦，一点儿都不疼的。没有，我很好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什么呀，真没劲儿。好想快点比赛呀。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？今天没有比赛。欧月，飞轮，秦风，我们出去玩吧。雷诺，哇哇，没想到空中竞技场还有这种地方。包子，新鲜猪肉的包子。叔叔，我也有包子。红豆包、咖喱包，我最喜欢啦。我不客气啦。这边有拉面跟饺子，还有汉堡和炸鸡。秦风，要是不跟紧点，你会迷路的。哇，那边有咖喱和意大利面。秦风，算了吧，只要不出空中竞技场就行了。而且，来到这里之后，我们一直都在打比赛，偶尔也要放松一下嘛。你说的也没错，我无所谓，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
我的西瓜！哦不！耶耶耶！西瓜天国！啦啦啦啦啦！哇哦！你别这样，那些是要钱的。噔噔噔噔！哇！太好吃了！秦风，你再这么吃下去，又会像之前一样肚子疼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今天不是没有比赛吗？可是，吃吗？哎，不，不用了。你不喜欢吃肉吗？真奇怪，在电影里，暴龙可是恐龙王国中的霸者呀。古代真正的龙才那样，我不吃肉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，真的。真的真的。好痛！怎么啦？没什么。飞轮和雷诺呢？对不起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被你们搞得一团糟啊！对不起。吃够了，真满足。我说你呀，飞轮，清风和轰天暴龙不见了。这里好像很有意思呢。这是什么？好像是二手商店。我怎么不知道这里有这样的店啊？太棒了。这家好像不错呀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强化部件呢？别这样，秦风。欢迎光临二手棒棒糖。老爷爷，我能进去吗？当然，快请进。哇哦，太好了！哇哇哇！这个还有这个，酷毙了！这是什么？我能感受到一股无穷的力量。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然会喜欢这些修理工具，有眼光。我一看到这些就会兴奋起来。秦风，现在可不是闲逛的时候。看来我遇到一个有心的爆裂赛手了。来说说你想要什么，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出来。真的吗？尽管说吧。我和哥哥的暴力飞车搭档坏了，参加不了比赛。虽然现在有轰天暴龙他们一起作战，但我还是想快点修好暴旋飞龙和风暴猎鹰，让他们回到战斗中来。秦风，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。我太感动了，150年来我还是头一次这么感动。人类能活到150岁。老爷爷，他竟然相信了。哥哥，轰天暴龙和绝地小知道们完全不理解我，我没有单个错句，我对暴力飞车是认真的。我
我明白，我都明白。我开这家店有200年了，因为是二手店，所以一直被人瞧不起。200年？你不是才150岁吗？拜托你了，老爷爷，给我一个足以让哥哥他们大吃一惊的强化部件吧。有是有，不过我也是花了300年才拿到手的。哎，怎么又变更久了？看，这就是拥有1000年历史、传说在古代文明中被一直使用的爆裂飞车强化部件。太厉害了！还有，附送安装用的大型电钻2个。价钱嘛，好商量。这个价怎么样？好，我买，我买。等等，我们可没那么多钱呢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钱不是问题，只要在这儿签个名儿就行了。签吧，签吧。太简单了，不就签名吗？快点，一定要找到他。雷诺，他不过是迷路而已，不用这么急吧。不，迷路不是问题，但在这一带迷路就是大问题。我也听说这边有些缺德的商店专骗那些不谙世事的爆裂赛手。清风，飞轮。你签了名了。这下你在今后100年内获得的文章晶片全都归我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秦风，现在才发现上当已经太晚了。在上面主动签名的人可是你，怎么有意见吗？少废话，把文件给我，我要把它撕了。太天真了，要是能这么做的话，我还雇佣保镖干嘛？你叫我吗，老板？我还以为是谁呢。你是谁？开什么玩笑？看看这个。想起来了吧？我的名字是真泽。才没这么娘娘腔呢，我的名字是金泽。真是个左耳进右耳出的家伙。听好了，我就是螳螂拳大师武泽。对，是千泽。有没有搞错呀？我都报上名字了，你怎么还弄错呢？跟你开玩笑吧。你们在干嘛呢？赶紧给我收拾他，把他的文章晶片都抢过来。喂，你为什么要当别人的保镖啊？这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。自从输给你们兄弟俩，我每天都不分昼夜的修行，不管下雨，每天还是刮风，我都没有休息。最后我因为太饿倒下了。哪有人这么笨呢？是他发现了我，给我吃的，还找地方给我睡觉。我能活下来都是多亏了老板。所以为了报恩，我要向你发起爆裂比赛的挑战。来来来，爆裂比赛开始。
我在这里观战就好了。我哼哼。来，放马过来吧！决一胜负，决一胜负！可恶！秦风，红电暴龙，我们要上吗？没问题，我随时准备出击。谁先找到埋藏在废品堆里的文章晶片，谁就更有利。还有，这是场没有规则的比赛，全凭力量决定胜负。你小子要是输了，就要履行合同，把现在的、以后的文章晶片全都交给我。要是我赢了呢？那我就撕了这份合同。不过，这似乎不太可能了。是吗？那我一定要赢。看好了，我修炼的成果，炫影螳螂拳发射。别耍帅了，快发射吧！哼，别急嘛。晚了，文章晶片是我的。很好，红电暴龙。伤口果然还是很疼。爆裂变形，红电暴龙！也没有用，我和丛林潜伏者早就知道文章晶片藏在哪儿了。目标出现，目标出现。丛林潜伏者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二级文章晶片的威力吧。什么？爆裂变形，丛林潜伏者，力量在膨胀，就快溢出来了。不是吧，他竟然捕获了二级文章晶片。来吧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好快，红电暴龙，可恶，二级文章晶片我们也有。嗨，爆裂变形，红天暴龙！好，好厉害！这就是二级文章晶片的力量吗？很好，一口气干掉它！好痛！红天暴龙，你怎么了？刚才你就不太对劲儿了。对不起，我的牙好痛。什么？明明受了伤，竟然还逞强，真可笑！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因为，接下来就让我。你怕看牙医？对不起。亏你个头那么大，让我帮你修好吗？什么？给我老实点儿！来吧。你想干嘛？用电钻帮你把牙修好啊！张开嘴。怎么样？不疼了。开什么玩笑，现在可是在比赛。看，哈哈，我就说我可以的嘛。虽然说这是场没有规则的自由赛，但你也不能随便闯进去啊。闭嘴，骗人的家伙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上吧，红天暴龙。
别输给他，丛林潜伏者。救命啊！想跑吗？哥哥，你们来了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太好了，秦风！轰天暴龙，要是以后哪里不舒服，不管怎样都要先跟我说。知道了。这才对嘛！嘿！嘿！哈原来发生了那么多事。对不起，没有帮你们找到强化部件。清风，以后可要小心点，别再被人骗了。对不起，哥哥。哈哈哈，不用担心。你们看，暴旋飞龙，风暴猎鹰。风暴猎鹰与暴旋飞龙没法爆裂变形了，眼看与马赫的比赛迫在眉睫，飞轮他们心急如焚。这时新的意外却又发生了，究竟他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呢？面对困境也冷静，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多坚定，谁不能胜正，喝彩欢呼跟掌声正响个不停，光明大道我和你赢得了共鸣。嗨，如果没对手怎显本领，如果没队友谁跟你合影，大家兄弟同心冲破困难，前路更加灿烂，彼此一起共同肩负使命，彰显正义的决心，与强敌去作战，联手出击，肩并肩共进退一条心，面对困境也冷静，全力去战胜，心中信念多